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1面啊，第一行。十乘之理观，莲花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灭暗之法为经过。天台十乘观法，咱学到第三。第三是先卡安心，先卡安心者，先以法性诸安其心也，以法性为所安，以执照为临安，执即是智。教呢啊，教即是观，六信诸心，但是发性，即气是发性气，灭是发性灭，了其实不起灭，妄为起灭。如是替达功行，法界苦集，是名为智。若观察初心，体是无明，无明起歇，即是法性。无明法性本来皆空，空也不可得。法性动弄。名之为观，若离法性，无安心处；若离之观，无安心法。有相，相是头前所讲呀。发真正菩提心，虽然讲了、听了，无开悟，故用处方便显卡。定心的安呀，咱把这段文念记起咯。现在，咱做会来学习。如果咱的头前发菩提心的时阵，就亲像前段末后总结的，发出誓愿是四弘誓愿，所以第观不思议境，不能开悟。那是常常君临，会当依照头前所讲的，凡是中道妙境。就是啊，把这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也都是梦境还原观头前讲的啊三条。啊，以这呢发菩提心，发四弘誓愿。
对开我。所谓如理，思维好连我理，立还性微。这是个人观是无同，观性观呢？立性微，欠一点啊，立还微。还性安怎讲呢？弄出六道轮回了，自性犯戒，但心高称为外凡，就是你证到阿罗汉啦，辟支佛啦，观高菩萨，这是凡位外凡。如果你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入圣位。超越是法界，你生到诸佛如来，须报庄严土，这是性，凡性为的是安尼讲，这真正发菩提心咯。啊，有住怎样？咱的四方四观，达讲的法是假呀，不是真的。度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敢真正有这个誓愿呢？这个众生我真介意，我爱意。你会当多疑未？未当多疑啊！为什么？你有精执在这内底，你爱伊，你哪会当多疑呢？去六道轮回啊！迄、那个众生，我讨厌伊，我恨伊，你敢会当多疑呢？你嘛未当多疑啊！无爱无恨呢，你佫较未当多疑啊！所以啊，假呀，不是真的啊。真的呢，而且啊，诸佛法心菩萨的境界啊，人确实啊，念念不暇众生。看到众生的受苦。引发诸心内面的慈悲心吗？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款的念头呢？每天也想到家己名闻利用。那拢想到损人利己，这叫什么菩提心呢？菩提心哪有损人利己的？所以是假啊，不是真的。如果真正发菩提心咯，后面三条绝对落实。为什么断烦恼？烦恼无断，家己无成就，要提什么来度众生呢？度众生就爱德行啊，德行是断烦恼；度众生就爱智慧啊，爱方法，那就都学法门啊。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包括三贤十德。啊！你一定都要成佛，你无成佛，你袂当多因啊！你的德行智慧比袂着人啊，你哪会当多人？所以
为什么菩萨要你啊精进不海呢？诸行化他，拢是第一条的能量啊。咱啊讲动力，什么力量咧推动伊？伊伫迄个所在安尼认真努力去做，就是迄个大愿。我早一天成就，我早一天会当啊帮助众生。我慢一天成就，众生都要接受一天的苦啊！这是大慈悲心，这个心在推动，一点啊私心都拢无啊！有一点啊私心、菩提心都无看到咯。就算讲发发出来，就消灭了。这是讲咱发心，每当啊福连五力，都立在这地啊。咱不是做真的，是变假啊。为什么咱要创假呢？因为你对事实真相无了解，都是对第一条所讲的，诸佛菩萨所立的境界，完全不知影。诸佛菩萨的境界，在这个心门观法来对，不属于境界，都是把这经常讲的诸法实相。现在科学家渐渐渐渐的发现了，这来最重要的几句话：色从心造，全体是心。大乘教讲万化为心，法相中讲的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是不属于境界啊！亲像经常所讲的，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。华严经甲咱讲的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对都会来，心现、心生、色变，六字啊，就讲完了，讲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现的，真心现的。真心生呀，妄心变呀，所以个心内底有真有妄，妄是阿赖耶。简单来讲呢，心现色变，或者讲心生色变，拢会用同一个意思啊。你还真正听有啊？真正听有，你就开悟，你就明白咯。心法界已经庄严，
清净心就变作清净境界净土，念佛的心就变作慧土，善心就变善土，不善的心就变恶土，就是这个道理嘛，全明白咯。呀，伊就知影咯，把所有一切念佛不先放下，为什么那是假的？不是真的啊！真的物件是善的，咱中国老祖宗知影，佛法未来中国，伊拢知影。所以老祖宗讲：人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迄、那个本善是真的，是家己本有。本善是什么呢？本善就是啊，佛菩萨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灵媒真多，中国外国咱呢，定定去拄着啊，附体真多。附体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但是这些灵媒附体传达的信息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千万不能误会，误会你就会去上当。你用智慧先体会伊的这个意思，伊是佛菩萨。不善体会，因拢是魔王外道。外面境界会记得佛讲的，无佛亦无魔。佛甲魔对倒位来，对你心内生啊。你的心是智慧，拢嘛是佛。你心内也是烦恼，拢嘛是魔啊！由此知影，外面境界不是佛，也不是魔。传来信息讲你是佛菩萨，再来你敢讲是菩萨？耶菩萨啦！唔免讲菩萨，菩萨身边的人，你想看卖，伊有六通无？菩萨身边的人，六通是什么境界？修行阿罗汉的境界啊！大乘华严经甲咱讲个。其实为菩萨的境界，你看十信已经到第七信，六种神通苦足。我要问你，你有六种神通无？无啊，你是凡夫，你是佛，未歇颠倒的佛啦、啊；你是菩萨，未歇颠倒的菩萨啦、啊。大家拢是安尼啊。华严经上佛讲得真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都是不是佛啦，大家拢嘛是佛。你是不是释迦牟尼佛？是啊。释迦牟尼佛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灵人一灭，你对人一片慈悲，对家己清净平等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你跟他同款，你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什么意思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灵。
无量慈悲，无量方便，达行拢无量，无量功，无量修，你是安尼啊？你自性本来就是无量功修啊！啊，你今仔日，因为你未了自性，你未失了无量功修。就无甲你称作啊阿弥陀佛，你本来是阿弥陀佛，现在无叫你做阿弥陀佛，叫你做凡夫。是这款意思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只要现的是相。无论是什么款相，看会到的是相，听会到的是相，音声的相，鼻啊鼻会到的嘛是相，气味的相，最支持的出的酸甜苦咸咸的相，拢叫相啊！无一项毋是希望的。六根是希望的，六尘是希望的，六色嘛是希望的。这希望的物件对对来是自性生的，是自性现的，就是心现的，真心来对。慧能大师讲啊，真好，好记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来对，大行都无款啦。但是大行拢无啊！啊，大行不宽，拄着缘而生啊，万法无缘的时阵，清净寂灭，什么都拢无啊！拄着缘的时阵，人生万法。人生是真的，就是诸生清净寂灭是真的。现象是幻象，是假啊！就亲像咱咧看电视屏幕同款，屏幕是真的，为什么永恒不变呢？内面所现的影像是假啊！这大家拢知影，伊刹那刹那的变化，无一项是真的。真袂妨害假，假嘛袂妨害真啊。过详细甲看，真甲假是一，毋是二，这叫做中道，叫中观。咱只看并无是看空，空观。只看内面的影像，那是啊，假观。知影真呢，就是假；假就是真。真不离假，假不离真。真假是一，不是二，这叫中观。最详细去加体会，电视屏幕所演出的这些节目，你的心无上多啊！你把这个看清楚、看了解了，现前咱的世界跟这是同款，完全同款啊！咱来接触外面境界。这是讲正不来对六根、六尘、六色啊，六尘是外境，六根、六色是假，外面六尘嘛是假，是并无顶面现的在相。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你就是佛。只要你不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
你若不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，你就得机正修啊。修是享受，正是正常，你得到以正常的享受。正常的享受，就是咱今天讲的健康的享受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在这个现象内底生气啊，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是无正常的享受啊。啊，七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，这种的享受是无正常的，为什么诸行内底无的？完全甲烦恼相应啊！我有财色名食睡，海的海蝶。你无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唔知影。你那是真正小夸，有一个体会，你对佛菩萨就袂讲无感恩。为什么？唔是佛菩萨实现教诲，咱哪会知影讲这个事实真相呢？这个事实真相都在咱的面前啊，从来都无离开咱啊。咱都是未歇颠倒，起心动念想错了，言语讲错了，身体动作做错了，变成规身躯的病态。病态就免讲了，还过去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家己做呀。对对来，从心上生呀。心是轮回心，起心动念，迄就叫轮回业咯。自作自受啊！不是对外面来，上君的人听到这话，真正开心哦。真放下了，六君接触了顶境界，未过再起心动念，这是什么？这人成佛了。将相君临啊，所以观不思议境，伊就开悟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的菩提树下，了做慧能大师，24岁，第五座方丈室，就立这个境界。一个听就明白了，一个明白马上就放下。放下了后未搁再迷惑了，这是真正佛菩萨。放下了后马上迷了，又迷了，欢呼啊！赞叹你的话，你是中下君性啊，这赞叹你的话啊，也不是赞叹说老实话呢，说老实话你是一千提啊，一千提是印度话梵语，
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无善根啊。就算讲有善根，非常非常的薄弱，也未起作用啊。这个道理要捌啦，捌了后性德现前啦，性德来对处事待人接物的性德是谦虚呀。你看世间圣人，孔老夫子、明夫子偌谦虚啊！你家看佛菩萨偌谦虚啊！普贤菩萨礼敬诸佛啊，想是诸佛，一切众生是诸佛啊。你家普贤菩萨见面，普贤菩萨先给你敬礼啊！伊知影你本来是佛啊，所以先给你敬礼。普贤菩萨看到花草树木，伊嘛大声敬礼；看到山河大地，伊嘛是敬礼。为什么呢？花草树木的本性是佛性啊。山河大地的本性嘛是佛性，经典上啊，甲因称作法性，法性甲佛性是同一个性。所以一切恭敬啊，啊，咱读了华严经，读了梵文观，了解了，那是头前所讲的，拢是诸佛，甚至讲，咱经典头前读到的，一模一点，一模一点，真大啊！咱身躯的一支门，这支门的这个尖端，一粒米丁啊，米丁里面呢，一点这个。经上啊，头前咱有读过，296面，第三行，一模一丁一米点，拢是诸佛啦。这个一模一点的弥点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所产生的现象。弥勒菩萨敢像你讲的，一念不觉，就三生着精神现象，咱讲正报，正报啊，则有啊，依报立起了现前，依报是物质现象，正报是精神现象。现在看家怎样了？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。所以个物质是假啊，佛法讲精神现象嘛是假啊，
嘛唔是真呢，精神现象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。阿赖耶业相是自然现象，转相是精神现象，物质是境界相，拢啊唔是真呢啊。所以跟你讲万法皆空啊，无一项是实在啊。一个空不是无啊，伊灵现万法啦、啊，就亲像咱的电视屏幕空的，什么拢无，但是伊灵现呢、啊，灵现现象，灵现万法，无言的时阵未现，有言的时阵就现了。言对对来，言嘛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不可思议啊。不可思议，这事理太妙了。你袂当思，也袂当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思疑拢动心咯，拢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完全了解了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。起心动念，你看了事实的幻想，你无看了真相。诸佛如来发心菩萨。厉害啊，因在这现象里对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相大别啊，所以啊叫做幸福啦、啊。啊咱总是问讲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总苦集，确确实实的六道凡夫，但大乘经教讲的极极不相立吧。这是咱呐学大乘的难处啊，难在即地，难无在外面，是伫家己用心，拢用轮回心想理解大乘法。这是未够的，你所理解的就是大乘的皮毛，大乘的粗浅详细，大乘的精髓你变得忘不掉。未接着了，这一期目怎么变啊？这是什么人？阿罗汉辟支佛，那就是大门咯。大门来对一个里门呢。里门内底啊，才有啊大厅，才有宫殿。阿罗汉是入大门，无入里门。菩萨入里门，也阁无叮当入色啊。啥人叮当入色，正着诸法是相啊，发心菩萨。咱这个所在讲的初住，入初住位，这是原教初住，发华是原教。别教的初地，原教的初住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头前所讲的，如理思维，好连五理。这叮当入色咯，入色顶格菩萨，
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定同了。我用这个比喻，注意较会了解。这是啊，修行的次第。咱今仔讲老修的啊，连师徒缘都做未到啊。人称你是什么佛再来啊？菩萨再来，恭维你啊，鼓励你啊，你不是真的啊？你那是无知啊！我真正是什么菩萨再来完了。肯定对地噶，为什么咧大妄语啊？你无证着，你以为证着？就算你唔是有啥物骗人，迄叫做啥物咧？佛家一个名词叫做精相慢，无慢心生起来。自以为是咯，我们现前烦恼起现行啊！你不是智慧现前，你是烦恼现前。所以啊，你行的啊，不是佛道，是魔道啊！啊，佛道是空假中。你拢着想，你拢起烦恼，这个也不得了了，这也不如卖学啊，不如庄卡的老太婆、老阿公啊，一生老实念佛，你真正有成就。所以言中有教，用心不先，拢会惊上岔路去咯。也毋是弯路，弯路也当行倒转来，行到岔路去咯，永远都毋知通回头啊！菩提心发了无我无开我，本来菩提心一个发的是初住菩萨。诸位要怎样？阿罗汉无发菩提心吗？辟支佛嘛无发菩提心吗？观告菩萨嘛是无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只要一个发的是啊。完告啊，初诸菩萨了。为什么用真心，伊无用妄心？用真心叫做发心大师，叫我心法界咯。心法界内面的人，全部拢用的是阿赖耶，把阿赖耶当作真心。什么是真心？伊唔知呀。伫这个精行下面啊，这都知呀咯。跟性格差一点的人，爱显卡安心嘛？显卡是方便法，显意发性就安其心。呀，真了不起啊！用什么安心？用法性啊！大乘道内面，伊是第三等人；在咱凡夫内面，伊是第一等人，顶尖吗？为什么呢？一发性就按机心，这也不得了了。发性是真性啊！以发性为所安，
安怎讲呢？放开佛法卖讲，咱讲中国老祖宗的教诲，嘛有这个意思啊。三字经内底啊，头一句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迄个性本善是毋是法性呢？是，一点也无错。我知影，我性本善，我念念回归到本善。心就会安咯，我也不用做恶啊，为什么不用做恶？恶不是我的本性啊，我本性是善。有恶念、恶言啊、恶行呢，错咯。啊，伊会当归到本善啊。以本善为所安，以执照为灵安。执照是方法，执是清净心，照是智慧啊。清净心会生智慧啊，所以执就是智，照就是观啊。那执是什么？心未向外靠言。大势至菩萨甲人讲的啊，多了六根啊，这是智啊。正念相继，迄就是观啊。啊，智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从家大水老大人教我，我迄个时阵拄拄啊在入门啊。正式接受佛教是第一堂上课，伊若是教我讲机关，我会可以讲好多咯。麻烦就大咯。以变一个方法，讲看破，讲放下。虽然未明白伊的奥义，但是那像较听有啊。我阁问伊老大人，看破放下，要对对落手。伊甲我讲啊，对布施。甲我讲，在世得财富，法师得到聪明智慧，无为师得到健康长寿。这是老大人教我的，教我改造命运。我依教奉行，学了就真去做。心恶放下，然后这个恶看破，啊，放下安怎？心真清净了。贪嗔痴慢的心，就渐渐缩小，伊毋是扩大，缩小了。放下，伊就缩小了。有界限，有范围咯。可是古佛啊，真正现前，在波是如是如罪啊。老师教的是愈多愈细，
绝对唔能留咧，留咧就错咯。然后安怎？你贪心起来咯，你烦恼起来咯，有偌多，死偌多啊！死完了过来咧，过来比头前佫较多。唔管加偌多，拢爱完全死掉，唔通留啊！你唔免惊，我拢总死了后，明仔载无咯。那是你的梦想，你的错误观念，你也免去想明仔载，明仔载还未到啊！你今仔下掉明仔载，得到佫较多。你老师教我，我已经做了六十年了。我甲大家啊做证明，确实是愈死愈多啊！我什么都拢无，这六十年来一天都无去枵着啊，一天也无去寒着啊。虽然无道场啊。无一个家，无一个住处，我嘛无一工住伫外面过暝啊！啊，老师的话完全正实咯，你老师的话是出自佛经顶面，佛讲的。为什么不做呢？为什么执着这个心呢？为什么不把贪嗔痴放下？贪嗔痴是病根啊，修道啊，唔那袂当正果啊，连开悟拢可以障碍着。咱念佛袂当啊，对心也是可以障碍。念佛未到往生，也是会障碍。啊，咱家己最大的冤亲债主啊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为什么不放下？这说明在咱的因真因，无伫外口，伫家己，家己对内心内面，甲这个在咱的因甲背掉，内外在咱拢无咯。内身心健康，我居住的所在没有灾难。佛法的好处，佛法的利益，叫真实利益啊！利益无边际啊，利益是无穷尽的啊！这好的物件无爱，还叫做无知啊！李世民讲呀，戆人啊！下面讲六心初心，但是啊发性，咱这个心虽然啊是蒙心，蒙心也是啊发性变呢，也体是发性啊，只是咱无认识啊，所以真蒙不离啊，咱无明白这道理。所以问题在心，你只要相信这个心，相信这个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
物质现象，全是这个心变现出来。即起是发生起，灭是发生灭。这个区别啦，咱来认识清楚。气是什么呢？是圆珠。灭是什么呢？是圆伞。圆珠这生气呀，圆伞都消灭了。诸三无常啊，诸三迄个气呀，唔是真气；诸三的灭唔是真灭，所以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啦。这个事实真相有看出来无？科学家看出来了。科学家讲出一句话，我听到，知影因看出来了。伊讲，整个宇宙内底只有三项物件，除这三项物件以外，什么拢无。这都是伊看出来。这三项物件什么呢？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这三个物件是缘，珠咧伊就现象，散现象就无了。缘珠缘散啦，珠是一呀、啊，散嘛是一。甲佛法讲的拢是同款，因事无同尔。我听了后一个听就知影，我知影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现象拢是幻象。金刚经里面所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梦幻泡影是假呀，唔是真的呀、啊。知影这个物件是假，唔是真的，你都唔通执着，就唔通分别，就丢了。你执着分别就错了，所以啊，执着的心是轮回心，六道轮回啊。分别的心是四性法界，啊，比六道是有较高明咯，未受六道的苦咯，但是未当见性。未当见性，伊就未当得大自在。呀，伊个活动空间限伫个十法界，伊未当超越十法界。如果执着无放下，伊个活动空间限伫个六道，未当超越六道。到最后，佛教人若君接触六顶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。甲伊的境界完全平等啊！做佛如来的呀，一切境界内底绝对未起心动念。这才叫做究竟圆满啦，究竟听我啊！
下面讲咯，了。其实啊，不欺灭，妄为欺灭，了是明了啊！你对事实真相明了了，是在跟你讲，无欺也无灭。那欺灭这个幻想，你看错了。咱今仔日看电影，今仔日看电视，这个画面啊，伫屏幕的顶面，这个区别呢，咱有看到无？咱那所看到的初的相啊，感官上的相。真相无看到，啊！真相，那用较早的电影，较早的电影是幻灯片组成的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你会看得真清楚。放映机的镜头拍开。幻灯片倒下伫这群幕的顶面，这个相起来了，升起来了。放映机镜头甲关起来，这个相灭了。换一张，换第二张，再佫拍开，佫倒下到群幕顶面，佫关起来，佫换一张。是秒钟换24张，咱若看到电影顶面，咱像是连续的相，其实啊，都是亲像动画，逐张拢无同款啦，无一张是同款的呀。哎呀，真正容易予人感悟，无一张同款的。你明白这道理，现在跟你讲，放映机的速度加紧，对24张加偌侪张加到每一秒钟1600条张，你敢会看到一张一张的幻灯片未？啊，你看未到咯。伊换了太紧了，完全袂当啊去感觉咯。你以为伊是真呢？造成你严重的错觉。化解的真相无性灭，你俩做讲有性灭。这个动物的画面，你会当观察的时间都是一秒钟，一秒钟来对这个画面，已经起灭交换1600条张了。佛经上甲咱讲的啊，真相。科学家知影讲这个现象，但是科学家无讲数字，只讲非常快速。佛经上啊，甲这个数字讲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了啊，爱明了，
生灭都是不生灭，为什么生灭的相你找无啊？就是速度太紧。以概念上，伊只有这个灭来讲啊，伊啊已经死了。这生的时阵，伊老早就灭咯。这个现象，《大乘经》教来对讲啊，八地菩萨，伊才会感受到。八地菩萨的心定，七地定功也无办法。也未当看到八地以上啊，这个定功会当体会到，会当啊看到事实真相。所以佛不是靠科学、数学才会啊，科学仪器啊，不是靠这个，完全用定功。禅定里面所观察到的是限量境界，不是啊，比量，不是非量。如是替大功行法界古籍，如是亲像头前所讲的，法性为所安，执照为临安。体大功行，体是体会，大是达到。功夫成就了，八地菩萨法界古籍，变法界虚空界清净寂灭。这个清净寂灭上帝都为到的现前啦，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，把灰现在发生战争啊，几多的国家联军对利比亚开战，法界苦集咱无看到，咱看的是动乱。当然是抽象啊，菩萨看的是美色相，美色相安怎无动啊？就是讲，咱凡夫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连续的相，佛菩萨看的是对片一张一张的相，无动啊。咱的心是菩萨，菩萨心是定的，定是真心，菩萨是妄心，妄心看到就是妄想，真心看的是真相啊，真妄不离啊，那就是中道实相。
六观察出心体是无明，你也会发现到，咱现在起心动念的心、分别的心、执着的心、自私自利的心、贪嗔痴慢的心，这个心的体是什么呢？是无明啊。在佛法讲，这是啊，色心，就是阿赖耶，也叫第八识。无明，无明啊，是无智慧，就是无痴啊，痴色啊，迷色。心性本来是明的，现在无明啊。这件代志，咱老祖宗嘛知影，大学第一句话都有讲咯，大学之道，在明，明德。你看这句话，三字明明德，那个德就是法性，法性本来是明的，明德啊。现在顶面又加一个明的，是什么意思？意思也就是讲明德无明了。现在恢复明明明德，如果本来的明顶头这个明里的无需要加咯，就是明德咯，加到这里那就马上知影明德无明咯。现在呀、啊，要让伊搁在明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咯。明德是体啊，明德就是本先啊，性本先，明德是本先，不明的不明的不先咯。现在这世间有人在讲人心歹咯，心歹都是你的本性变成不善了。你本来是本善，本善是你的本性，明德是你的真心。你现在真心本性啊，无去咯，唔是无，没咯，未起作用咯，一起作用拢变作不善。现在人心是什么心啊？名利心，好名好利，贪名贪利啊。在中国郭庆先生跟人说的三皇时代，人心是什么呢？是道。哇，这句话说在佛法里面，他跟自性相应，这是道啊，自然的啊，本先明德，自然现前啊。
无污染。到五帝的时代，三皇到五帝差不多是500年到1000年的款啦。1000年是一个大的机缘。慢慢的都没了，没个真轻，要得三王，我第一面是三王，三王是夏商周，夏商周得衰了，没了，有灵了。人都会当啊，爱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人会自爱，人都爱人啊，这难得啊，不容易。到春秋战国这个时阵，人唔知啊爱人了。哇！一句话讲，自私自利，真重啊！明主拜访刘惠王，刘惠王介一个见面，就向伊请教，讲啊。说不远千里而来，说是对老人的尊敬称呼。你老大人不远千里来到我这个国家来，也将有益你我国好。大概啊，你到我的国家带来真多利益。你看个你放在头前啦，那明主回答讲：“王何必问你啊？也有仁义礼义义啊。”意思就是讲，我给你带来不是礼，是仁，是义。人家爱人，伊家顺利啊。伊是什么意思呢？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。如理也如法，所以迄个时代。大家重义就是讲义气，秦始皇统一中国了后，15年亡国，汉处理大事，中国这大一统，汉武帝聪明啊，国家这统一，这大复原。这大人口要安怎教呢？伊采取当中书的建议，在诸子百家内底挑选出儒家，以孔明做代表，要用孔明的学说来治国。这是汉武帝啊！你对于中国的贡献啊，非常非常的伟大啊！以礼治天下，道德仁义礼，这个制度确定了，一直到清朝都遵守。吊带
改朝换代做的咯。每一个做帝王的人啊，拢总遵守。用孔明学说来治国，清朝亡了，民国兴起来了，把内也疏忽了，造成今天的世界混乱，社会混乱，地球的灾变频繁。管理的这地啊，咱未当唔知影。现在人崇尚科学，唔相信伦理道德。日本这摆灾难，咱啊看到网络顶面报道的这个信息。东京地书就是啊，东京的市长，那像不是现任的，前一任。伊讲话了，伊讲这个灾难是天公伯啊，对咱的惩罚啦。所以有一部分人无赞成伊的讲法，请伊离开日本。还有这个副馆长嘛是政府的官员，东京那边的朋友拍电话跟我讲，这个副馆长跟大众讲话，伊讲灾难。是不善业所干掉的，也都是咱啊众生作为不善所干的。这个讲法，甲佛经教来对，甲圣灵教诲来对，完全相应。咱真正明白了，饥饿、用心。改邪归正，端正心态，灾难会当化解。这几句话是美国布莱丁先生所讲的。布莱丁是科学家，伊讲出化解灾难要用心态，端正心念会当化解灾难啊。唔是用科学方法啦，这些大科学家怎样？物质现象安怎形成？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，就是心念。这个讲法是德国的科学家。普朗克讲的，伊是量子力学家，啊，伊斯坦的老师啊，已经啊，无伫世间咯。伊甲咱讲，世间无物质这个物件，物质是假。物质是什么？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想。为什么这个幻想这么复杂？根据伊讲，
这是频率不同，拢是咱的念头，念头嘛是一种波动现象。频率慢呢，就变成个体，较定的物件；频率紧呢，就会变作软的、生软的。亲像液体之类的，佫较紧变作气体了。咱现在所知影上紧变作电磁波，变作光波，这是最紧的。哇，一句话讲，光波、电磁波嘛是心念嘛所变现出来啊。我一句话讲，物质现象甲精神现象，拢离袂开心念。这个心念是阿赖耶的转向，阿赖耶的转向对倒来，对业上来。业相就是普通现象，科学家称作能量。现代科学家才发现，引进了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因现在印证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所以这下面讲了，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发生啊。本来皆空，空亦不可得。空是一个抽象概念，你唔通掠做讲真正有一个空，去分别的这个空。为什么讲伊是空？因为伊无现象，伊毋是物质现象，伊也毋是精神现象，伊也毋是自然现象。但是这三种现象，拢是对于迄地啊而变现出来。本身伊什么拢毋是，伊会现这三种现象。伊个现呢，第一个是自然现象，对自然现象来对变现出精神现象，对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，速度紧啦、啊，紧到咱无法当想象。咱若像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，其实有前后，前后咱找无啊。这三种现象拢是假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要记得空也不可得啦。法界动弄，名即为观。这是观啊，真正观透了。人讲看破，真正看破了。法界古今吧，这是真正放下了。法界清净寂灭，清净平等觉。法界古今，
一念不生，照见是法界动乱，这就是大天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慧能大师开悟，法界是什么款呢？有简单的布局，22，伊讲自性，自性就是法界，自性就是真如，自性就是法性，就是佛性。伊第一句讲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念有？将来无念有，以后嘛未念有，本不生灭，诶，真正是不生不灭啦。本自具足，伊虽然什么拢无，伊什么拢会现，什么拢无，你袂当讲伊是无。第四句讲本无动摇，诶，就是讲自性是本定。法界本来是清净寂灭，背后一句讲人生万法，宇宙万物，佛经上讲变法界。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已经庄严，拢嘛是伊变现出来。啊，灵性灵现是法性土，法性心。就亲像咱用一张幻灯片拍伫云幕顶面，永远袂变呢。所以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咱家一大堆幻灯片放伫放映机内面，就变成电影了。电影云幕顶面的画面是动的，是无常的。一张幻灯片当然是永远不动，是常的。咱看到真相，在电影内底，咱看不到真相，是一张一张移动的，咱看到幻象、梦幻泡影。所以迄张的。那是什么境界？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，永恒不变的，人生万化。人生万化，这个妙啊！不可思议，这等大事啊！大圣经到最后跟咱讲，威震宏地啊，啊，就是讲，只有你加梦想分别执着，拢做放下，
你就明白了。你若无放下，甲你讲，讲未清楚。如果若讲这唔好呢，产生真侪误会，你改错了。啊，讲个真好的人呢，佛菩萨啦，伊来甲你讲，伊来甲你讲，咱中下观心的人听到拢会产生误会。他演技讲得真好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今见闻得修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敢真正会解如来真实义无？这个义是无极天做的。武则天现在的地刚，伊若真正能解如来真实义，伊哪会去对地刚呢？其实做得真好啊！你看这首机做出来了后，后人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佫较想要做一首开经偈，无办法会超过伊啊！所以一直拢用伊个做抓落。所以心内在想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实在全部拢错解了。可见这代志困难呐、啊。佛讲的这个真实话，这句是讲转咯，为正弘低啊。你一定得爱正，爱正安怎？你一定爱放下，放下执着，你正阿罗汉。你会当该招魂，读经听教啊，会当啊该招魂。如果个放下分别，这是世间一切法为分别咯。你会当啊该得分啊，未当完全理解啊。必须要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叫做妄想，放下妄想，未过起心动念，你就全部了解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佛的境界啊！你成佛了，你全部了解了。你才真正知影讲如来啊所说的真实义啊，无论当说地说，地说佛讲一理，你拢会明了；佛讲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你嘛明了，一道不离啊。这拢是第一条所讲的不思议境界啊！一定要放下，不放下错了。为什么拢是假？我的心是假，家是假，地球是假。一切万物拢嘛是假，你伫即内底起心动念创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已经错了，你还过去分别执着，错内底啊，大错啊！假以真法界啊，变作六道轮回了，变作三恶道啊！啊，假清净平等觉变作烦恼了，变作业障，变作罪业，
这一个别人啊，何不相干呐、啊？哎，怎样？这个世间无人会害你，要么鬼怪都未害你啊，未当害你啊，啥人害你？家己害家己啊！这是真的，妖魔鬼怪因的伎俩无别项，只不过是威胁利诱，就总之的啊，威胁利诱，你莫去插，伊都无代志，伊袂当强迫你啊，伊留你，你家己甘愿上当，还有啥物话通讲？会交警交场的诱惑你，你去遐去会当一本万利，马上发财，你嘛会倾家荡产，这你拢知影。你未堪你诱惑啊，我想要试看麦，碰一下运气。呀、啊，你到家倾家荡产，到最后无办法自杀了，跳楼自杀，应该啊。你袂当规做教场啊，是你甘心情愿去佚佗啊，去坐死啊。但是开教经，开教经也用心不鲜啊，因为古伯咱真正清楚，三道地狱，而且将来真麻烦。伊虽然是自杀，是因为你诱导伊自杀咧。你将来也都要害伊个命，你也都害伊个钱呀。所以啊，你真正从清楚、从明白了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个行业是上该不应该。当前虽然得到薄利，何患无穷啊！你还付出什么款惨痛的代价呢？你不相信？所以，天下第一等的好人，第一等的善人，是佛菩萨。人人是佛菩萨，人人都是佛菩萨。只要你觉悟，未迷惑咯，都是啊。迷咯，都是妖魔鬼怪。祖传内底有一句话讲啊，真好：人吉祥即妖兴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人人把祥淡掉咯啊。伊就是妖怪，妖怪呀、啊，都、就是人做的呀、啊。像是什么灵异类的神叫恶祥，人那是个灵异类的神单调，伊就是妖怪啊。那就做段讲的呀、啊。所以妖怪的都以不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慧、无信用，那就是妖怪啊！都是妖魔鬼怪。古人是用这个标准，不是讲什么三条六臂。清明了解不是公职的，你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里面一丝好的迷信都没有啊。
啊，咱会当去了解，会当啊相信，会当理解，会当依教奉行。啊，咱对于古今中外圣贤，才真正五体啊，道德啊，心也幸福啊，不会通讲咯。决定啊是依教奉行，为什么因是真呢？就像经典上所讲的，真实之际啊，真实之际都是诸法实相，都是法性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点啊，未记啊！彭东美老先生，甲佛法，甲我，甲我讲。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学了六十年，享受了六十年，大刚感恩啊！老师的相片，复赛在讲堂，我伫遮甲大家分享，面对老师。如果那不是啊，依教啊，我这一生嘛就啊，可能会真多咯。肯定啊，继续不断的去轮回啊。哪有可能超越六道啊？超越十法界，老师的教诲，拄到三个真正是好老师，张家大师帮助我扎根。我的扎根教育前三年得了张家大师，后面过十年清君李老师，李老师看到我的名太薄，失去怜悯心，无福报，无寿命，教阮改变命运。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恭敬教学。也拄好，这是啊，张家大师啊教导我的啊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。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上台恭敬教学，你老师教呀，命运规个拢转过来了。啊，寿命转过来了。这一生心地清净，做一点好事啊，好事造福惠民，
希望净化会救助啊！啊，对世间法，对中国的传统啊，咱发的心，是为国姓去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做这件大事啊！佛教何难呢？天地放下，名门利用。但对名门利用，何不关心？何不在意啊？这些代志是咱应该做的啊。啊，咱所祈求呢，只有一件代志：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除这以外，什么拢无爱了。的清净心，每后这个所在终结。六地发生无安心处，真正现在人心都惶惶啊！你发生确实是无安心处，六地机关无安心法，机关就是看破放下。你知影看破放下，你有安心的方法了。把心安住在自性顶面，那慧能大师所讲的这五句话是自性。梦境幻观里面前三段，头前三段拢无长，真短。拢是讲自性，自性的体相作用。讲得真清楚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嘛非常好，啊，大家拢嘛真熟，这是安心法。啊，但是最简单、最舒心、最稳当、最快速，无过于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那咱无办法安心无法性，那个心安在阿弥陀佛顶面，这比安心的法性更加具体容易啊。那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什么都拢无。我只要看阿弥陀佛，也其他拢无爱，拢放下，我定得心净土，心就安咯。我无想伫娑婆世界大咯，我一心要去极乐世界，心就安咯，心就定咯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还未成就呢？啊，所以有想法心本我，发了菩提心地无开因果，果用处方便显卡，令心得安呀！啊，这个五念路引用了十行之理观，令化究竟之模式。那就是你未当五力，就变成魔术了。难啊，净土容易啊！你看天台家机关是教你安心地发性相，现在净土中教你安心地阿弥陀佛顶面，
你看安在阿弥陀佛容易，也是安发性较容易。发性啊，虚无缥缈，一直都会都唔知呀。阿弥陀真现实啊！我特刚伫咧念阿弥陀佛，特刚伫拜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，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就好咯。嗯，对啊，就解决咯。所以，十心观法比未着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十心观法咱爱知影，你啊才有一个比较啊，正宗殊胜啊。今天时间到，咱就学到这地。